刚想着派人去请你们，你们就过来了。可奇，巨石可有什么变化？石块一角出现了裂缝，但还不能分辨里面有什么。咦，被人偷偷砸坏了吗？应该是自然产生的，我们的刀枪对它不起作用。怎么裂开了呢？这是因为民间种种都是灶神的力量来源，做饭的热气，团圆的欢乐。你们大家加把劲儿，相信很快会水落石出了。灶神，灶神，看书上说是掌管吃饭的神明，石头裂开难道是因为有人在拼命做饭吗？神像会汲取民间的力量，假如灶神主掌火与烹饪，莫非人们做菜时的心血会传递给灶神像？今年竹月节的主题是我和凝光指定的石与山河，最近所有打算参赛的厨师都在认真筹备，派蒙的猜想不无可能。而且竹月节期间很多人回家吃团圆饭，最近到处都很热闹，人一多节日气氛就更旺盛了。离月一热闹就能让石头裂开，那是不是等热闹到一定程度，石头就会完全炸开呀？肯定错不了，对吧大师傅？不妨一试哦。嗯，此事与烹饪有关，再好不过了。本次厨王争霸赛会采取室内预选、室外决赛的方式，届时大家都能来现场观看决赛，气氛一定没问题。等决赛结束，我们就能看到灶神的真面目了，对不对？确实有这种可能。我已经报名厨王争霸赛，应该能帮到你啊。嗯，像你这么厉害。听到厨艺比赛，我肚子都饿了。好期待，要是一觉睡醒就是决赛该多好啊。
什么都可以商量，除了加班。给我瞧好了！热乎热乎嘛！审判！攻守兼备，反省吧，酒鬼！哎，讲不通就打扁了！爬起来吧，还挺疼的。开锅了，开锅了，开锅吧，开火！别想跑！来了，我可不好欺负。制裁！热乎热乎嘛。蛾子不好欺负，迪奥娜特强。开锅了，开锅了！哎呀！哎！化作焦炭吧。
贪杯的下场。开锅了，开锅了！哼，审判！贪，贪，冤，冤，贪，冤。想不通就打扁了。
手尖刀。审判。别想跑。热乎热乎嘛。岔气了，开锅了，开锅了！审判，制裁，给我瞧好了！别想跑，耶！